大家早安，好臭的一个早晨哦。Hello， 塔瓦哥 ，Hello， 吼吼 ，Hello， 志伟哥，谢谢志伟哥的真情告白。哎，没了，为什么？我把它打开来，我的爱心怎么没了？比心啊，不是，怦然心动。韩白加油，大拇指赞 ，OK。午安。耶、yeah ！午安啊，大家，今天是一个很 chill 的早晨，脖子变长了吗？不是，是因为衣服。然后接着我头发弄起来，如果你明天准时开，我发三包红包啊，好难哦。今天感觉很舒适，虽然知道快要台风了，但是谢谢吉米州的守护灵，关心一下你家国宝宝吧。国宝宝怎么了？我上次看到他蛮好的啊，他怎么了？原来准时这么难。猪猪出道四周年了吗？没啊。啊，就是没有啦，好像中暑了哦，真假的，请改掉你这个坏习惯。好，学车学到中暑，他很好笑哎、欸，哦，真的是，他没有开冷气吗？昨天似乎热到了，啊，他昨天有那个吗？他是昨天直播是不是？他今天有直播吗 ？Hello， 志玲哥，好，来问他一下，还好吗？为什么没有他 ？OK， 好，宝，你中暑？问号。谢谢阿北的小公主。昨天他表情逐渐冷淡，叫他关播了。啊！为什么吼吼要给我砸牌？为什么？为什么要砸牌？因为迟到吗？去买奇买奇重买计重水就好了，是什么意思？谢谢志伟哥的缘分，猪猪胖了四周年了，没有？家训班车子有开冷气的吗？我的有哎、欸。我的冷气超强，然后每次都开到最大。谢谢，Hello 北极熊德叔 ，Hello 苏莹 ，Hello 辛巴 ，Hello 双双。驾训班的手牌车都旧旧的、啊，冷气是要看运气的，真的假的？啊，我的车子开车到中暑哦。哎、欸，还好吗？还好，还好。R A 七是什么意思？为什么忽然间变英文？为什么？所以国待了一个下午，热到了。对啊，哎，这几天因为快要那个台风，所以这几天超闷。我跟你讲，超闷。我学开车都不用开冷气，因为我怕到全身冷汗。哎，但是我也是，我开车每次都会流汗。安安树宝宝，谢谢阿北的守护瓶啊，许愿瓶，不是守护瓶，许愿瓶，谢阿北的好多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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许愿瓶。谢谢雨南的包包，嗯，独家一手哟，上机得使用。Hello everybody， 看得到我吗？还好我没有学过车。树宝宝没有驾照吗？太专注就会流汗了，荡了一下，太专注就会流汗了。
对，我跟你讲，而且那个时候不会开车的时候超紧张，没洗头，而且你知道吗？手牌车是超级容易熄火的，我每次洗到一半的时候，教练就会走过来。不可能这么荡吧？没洗头，对，没有洗头。刚思考了一下。午安，那有洗刘海吗？没有。今天灯比较暗嘛，对，我没有开灯，要开吗？不要开那么亮，这样有亮吗？没，我有司机，但每次司机都不一样，该不会是姓吴吧？你的司机是不是都姓吴？对不对？Hello， 新鲜柠檬比较好一点了。好，对不起，我觉得差不多。呜呜，侄女审美怎么办？我觉得有灯没灯差不多。Hello， 嘎嘎，谢谢夏日红是什么？谢谢秋日红的夏日灿灿。Hello， 失业快乐 ，Hello 杰克。最新单元大家看了吗？当偶像失业时，大家赶快去看一下哦。We are one forever。在那我的咖啡厅，你的咖啡厅那个了吗？骰子已经全部了吗？我还没有，我才好像第20圈哎，20圈还是第几圈？我现在才第，我现在对啊，我现在才第20圈的一半。看了。这种天气如果教练车冷气坏掉的话会超热，真的超热，真的超级热。因为我之前当初去考的时候10月，然后我都是早上去，我都觉得哇、哦、那个我们车子有冷气，我都觉得天好热哦。我的司机英文名字叫 Uber 吗？对，我有时候也是，我有时候也是。你走太慢了。真的吗？我走太慢了吗？你32了啊，你32了，你32了。 Hello 夏宝，为什么你可以这么多啊？ Hello， 谢谢陆克的票票，谢谢陆克。Hello， 包子，哦，包子好久不见哎。那祖祖在路上开车碰到教练车会礼让吗？为什么会有遇到教练车的问题？我目前没有，我现在目前没有遇到路上有教练车的问题。Hello， 洛琳，但我应该会吧？阿妮，嘿呀，包子，是吧？还是其实你每一天都有来？完蛋！谢谢嘎嘎的一封信。你有去朋友店帮忙吗？什么是朋友店帮忙？夏宝，祖祖开车很猛哎、欸，对，没有。面面说每次搭我的车，他都觉得很恐怖。然后我就说，可是大家通常搭我的车的时候都觉得我开得蛮稳的。然后我就说，可是我发现我每次载你的时候，都告诉我蛮累的时候。然后我蛮累的时候，就会开得比较猛一点。然后就说，Hello， 米卡，咖啡厅的朋友店啊，有啊，我有去帮朋友啊，我有去帮朋友啊。可是为什么帮朋友无上限可以领那个骰子吗？还是就是只有一个骰子？我也不知道哎、欸，为什么会这样？为什么 ？Hello 玉，然后 Rock，Hello 坤坤 ，Hello 米卡 ，Hello W， 差点说竹宝子 ，Hello WZI， 稳，但是恐怖的意思吗？对，请不要疲劳驾驶哦。我不要听这首歌，不喜欢这首歌。嗯，我们换一首。嗯，嗯，我们听这首。Hello， 包包，我帮朋友店会有3到4颗骰子出来，为什么？怎么可能？不可能！为什么这么多？为什么？我再来去帮帮看，真假的？通常女生开车都蛮猛的、啊，真的吗 ？Hello， 炳坤 ，Hello， 包包，今天好可爱，很粉红哎、欸，嗯，今天穿粉红色。而且今天天气超好的，我就觉得今天的那个感觉超舒服。可是其实这是在室内啦，就在室外可能会热昏。而且不是要那个了吗？要台风了啊！我不希望他来耶，烦
玩呢、欸，我这礼拜六有事情啦，不要来了，不然就是擦边。Hello， 初风，没洗头，我没洗头，可以加加我当朋友。哎、欸，要出去玩哦。台风不会来啦，台风不会来吗？真的吗？只是在边边，是不是？好吧，看来祖祖是汽车三宝的一份，是吗？我应该不是吧？你朋友太少了，我没有朋友，难过。台风说来就来吗？不会登陆，但会有雨。哦，那就好。要生日会不能来呀、啊？啊啊，对，台风在便便。台风在便便是什么意思？台风闻到竹的头臭味就绕道了吗？哇，好酷哦！对，会甩尾的。台风没来，竹竹也别来。什么什么啦？台风吓跑了。台风说：“月子都不洗头，吓死了。”哎，我真的其实很喜欢 Ice One 的歌，哎，真的蛮好听的。不过说真的啦，我觉得张元英啊，我比较喜欢她清纯的样子，就是妆感啦，就是她现在不是都是比较不能说妩媚还是妩媚妩媚，就是她就是要怎么讲呢？她现在就是比较妆感比较妖娆一点，是这样讲。就他现在的这个妆感，我觉得跟他，我觉得他以前在 Ice One 的时候的妆感，我比较喜欢，就是清清纯纯的、干干净净的，没什么妆感这样，比较艳丽嘛。啊，对了对了，比较艳丽，妖娆是什么？艳丽，真的不要来比较好了。台风这现在要吃掉，台风现在要吃掉小台风了，真假的 ？Hello， 北极熊。谢谢志玲哥，对，比较艳丽一点，我觉得艳丽一点的妆不太适合她。可以秀一下竹这件临时虚掉的居家服吗？它就是一件很虚的一件 T 恤。好要，不许你们说这个领口松。好要。Hello， 威宝宝，我也喜欢竹竹清纯的样子。哦、大概是这个意思，是不是？就是大家蛮喜欢我荷叶领了吗？好了，不要看，不要看。就大家其实蛮喜欢我淡妆的，这样是不是？但其实我自己个人喜欢化浓妆，也许原因也喜欢化浓妆。好了，那原因浓妆也蛮美的。你很多件都这样，没有，就是这件是有带，当初是有带去手洗的那一件。竹竹清纯吗 ？Y2K 吗？好呀，年代久远了，但是这样的衣服最好穿最舒服。不是年代久远，是这件是当初你记不记得我们那时候露宿街头的时候用手洗，因为用手洗就是用拧的，所以它就很容易领口松。可是我又不想丢掉，就很好穿，然后继续穿当睡衣。但听说如果没有台风的话，十月会缺水。哈，那可不可以下雨，但不要有台风，就是不然的话那个灾害会很严重。借口 ，Hello， 超哥，咦、欸，吼吼，这张真的好好看哦。Hello， 吼吼，浓妆时我可以离远一点看。OK， 好，清晨脱衣服都拉领口脱哦，没有，我没有，我哪有这样子脱？没有没有，是因为我洗这件衣服的时候是用手去啊。我们来听 After Like 他们的新歌，我还没听过哎，我还没看过哎 ，After Like， 我只有看到。江宇宝 ，Poi， 然后我都还没听。Hello， 玄米 ，Hello， 新鲜柠檬。确实，小时候比较可爱一点。啊，我小时候真的，不得不说，我小时候真的超可爱的。小时候可爱到简直是 ，My God， 就是超级无敌正，像外国人的小孩，就像混血人一样，正到一个哇，昏天地暗。Hello 大师啊，谢谢大师的玫瑰，还有坤坤，今天的竹很居家哎，对啊，是你头太大了，衣服才会穿坏掉，才没有嘞，你们头太大了，讨厌，所以拧干当抹布的，对不对？不行，缺水没关系啊，不能缺了你就好，不行啦，缺水很恐怖哎，不行不行，哎，缺水是不是一个很好不洗头的借口？可是不行啦，缺水其实真的不太好，对啊，缺水真的是蛮辛苦的。
不过这发型喜欢，你说这个阿嬷居家头吗？小时候的祖祖，我要包包，我要这个，我要那个。我长大了还是说我要这个，我要那个，哎，怎么办？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，就是我。哦，好可爱哦！我最喜欢的还是安宇真，大家有看那个吗？什么地下室吗？好可爱哦！你我对啊，怎么什么都能扯到不洗头，是有多不爱洗头？没缺水，你也不会洗头啊？是啦哈！我要给大家看我昨天跟竹马两个人去买家里的一个新的，在家里的，然后地球游戏厅，对对对。对于一个太平洋上螺旋云带略有研究的人，只能说现在不用过分担心了。好，我只看你一个女生。好，不洗头还有借口，好正哦。好，什么东西好正哦？为什么我的网络这么的宕机呢？为什么呢？你怎么了呢？还是我们重新整理一下？要给大家看一下哦，我觉得我们买那个超好看的，要下雨很简单，让蓝天也对你流口水就行了。呦呦，流口水哦，很能掌把握镜头，安宇真哎，真的珍惜水资源，对，要珍惜水资源。你们看，尖尖，等一下，哎呦，尖尖，漂亮吧？超美的一个灯跟水晶，好美好美，超美超美。那还有这个噔噔，是不是很可爱？买了两个，好可爱哦，超可爱的。我喜欢蕾，日本女生，我知道，小小女孩，小小可爱。但是我还好，我最喜欢安宇真，其他人都还好。是缺少帮你吹头发的人吗？对。是，这是招财吗？这算风水也算吧，但是风水也算，但是水晶灯还是眼灯？水晶灯还是水晶加灯加水晶灯？我只讨厌竹竹，其他人都还好。你很烦呢、欸，为什么要买两个、啊？因为一个是我房间，一个是客厅，好看哦，跟大家炫耀一下。虽然还有其他的啦，但是其他的就不给大家看了，其他的是我的秘密。Hello， 老乔。而且我真的觉得安宇真穿桃红色好好看哦。好吧，但是我真的有点不太懂最近新的流行的那个胎毛头发，我觉得看起来有点。不太好看，因为你家太大了，要很多的灯。祖祖什么时候要跟小可爱去游泳？我现在一直约不到这一拖、欸，可能等这个台风过吧。这样要五位数吗？好野族，个十百千万。对啊，再看看你现在穿粉红色，好可爱哦、喔。哎、欸，我跟你们说，讲到这个，哎、欸，讲到这个。可能吧，什么意思？听说只有烤肉成团了，哎、欸，怎么有人今天知道这件事情了？啊，有了有了有了，不要挣扎了，没爱了没爱了，啊，没有了没有，我跟你讲啥？尴尬了，啥都没有。祖祖有粉红色的泳衣吗？没有哎、欸，我是不是应该要买一个粉红色？我有白色的，我有绿色的，黄色的，紫色的，还有什么？不要再买了。上次的睡衣买了吗？买了，没有透明的。哎，我没有黑色的泳衣，我真的没有黑色的泳衣。我现在最近有在想说，我要不要买一个卡其色跟一个黑色的？可是今年夏天快过了，我可能等明年吧，可能等明年买。好多件哦，我有三件是，我有三套哦，我还有蓝色的，然后我有三套是当初。也是赞助的，就是对泳装公司赞助的这样。你应该没有那种小朋友泳装吧？就是那种连身有小裙裙的呢。
就是其实我也穿不下了，请不要，黑色这么性感的，为什么没有买啊？因为一直以来就是，我觉得我自己有点驾驭不了黑色。哎，讲到这个，我一定要跟大家讲一下，大家知道最近有一个新的东西，叫做日本有一个新的研究，然后说什么个人色彩，大家知道这件事情吗？就是你是哪一个季节的人，然后我一直以为我自己是夏天人，你知道吗？我就一直觉得，我觉得我自己就是夏天人了，结果没有。你知道他说我的颜色是什么？我的颜色是春天色彩，就是我要穿春天的颜色的样子的东西，或者是染那个颜色的头发，会比较就是适合这样子。我那叫什么？个人色彩。他们就说，对，日本超夯个人色彩诊断，九题测验你是春夏秋冬哪一型？可是他们好像也有说什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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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春是什么？我是偏黄底就对了啦。然后我是黄底的，然后我是春天色系的，所以我就是要这样，我就是要这种色系的这个。就这几个颜色没关系，一件一件买，最后一天会买到黑色。对啊，可是他说春天色彩没有黑色，哎，还是我买。谢谢嘎嘎的香槟。祖祖之前有染过头发吗？印象一直都是黑发，以前国中有染过，是工作，然后染橘色，就是这个颜色哦，没有错，就是这个橘色。1, 2, 3, 4, 5, 6, 7。如果我要染，大家觉得我染什么颜色的头发会好看？我染这个颜色要不要？蓝，我最喜欢的蓝，灰灰蓝。Hello， 西西柠檬，白色吗？染全白吗？你染红发，我跟你讲，结果你知道他说我的红发要这种红，哎，就是有一点点橘的红，就不适合太那个的红，只要是你什么发色都喜欢。蓝紫色吗？对啊，我也有想过蓝紫色，但是是绝对没有想过绿色啦。对对对，我觉得我个人没有那么喜欢绿色，就是我可以尝试，但是我真的没有那么喜欢绿色。就是如果你要我头发染成绿色，可能会稍微有点没有办法接受。还没睡醒哦，今天一口气游回来，什么意思？一口气游回来，眉毛也要绿吗？金色吗？金色是这种吗？这种颜色吗？好像也可以啦。昨天遇到一个纯黄色的，哎，你说头发纯黄色吗？全的吗？好恐怖哦！哎，不小心把我的椅子抠掉一个什么东西。绿色真的不行，然后再配史瑞竹嘛，不行。反正这个人也不会听进去啊，他已经有习惯了。什么东西？还是我染这个这么蓝的蓝，大家觉得怎么样？看大家看一下，我染这个颜色的头发怎么样？谢谢好好的守护灵，红色樱木花道的那种，那就是这个红啊，这个红，对对对对，是这个红，对不对？应该蛮适合的，我要把这个臀是什么？这个图存起来。谢谢点点的包的带我去流浪，耶，飞飞飞！谢谢点点的包带我去流浪，第二个耶，谢谢点点的包。开心开心，谢谢点点的包的第三个带我去流浪，耶、yeah! ！谢谢点点的包，谢谢后影，谢谢后影就好了，谢谢好好。你去哪？你该不会去点女神那边刷礼物吧 ？Hello Flynn， 你喜欢哪个就染哪个颜色啊？已经被美玲说一路都是蓝色，不要再蓝色了。谁？为什么谁一路蓝色？谁一路蓝色？蓝紫配上橙红呢，完美对比。蓝紫配上橙红，你说我头上一次有两个颜色吗？好像蛮丑的哎。哇 ，After Light， 呜呜，难得。我们来听 Pop。谢我做什么了？没事哦，票啦哦，投票票吗？谢谢吼吼，谢谢吼吼帮点点投票票，赞赞。哎呦，猪妈回来了，但是我要什么分享图片，然后储存吗？等一下，我要怎么储存啊？储存图像 ，OK OK， 好，
Hello， 人好。Hello， 志伟哥，一百，好棒哦，好开心哦。最近好久没有去看点点直播了，我最近好像很久没有看别人直播了。我最近忙着出去玩，最近都很少看直播。我知道这样有点坏，但是嘿嘿。为什么我的网络可以这么挡？到底发生什么事？我是不是应该要重新开个机啊？好了，不然我重新开个机好了。先把这首歌保存起来。Music 好，我先关机，重新开一下。我觉得我的电脑有一点点宕机，重新开机。玩，还有时间玩，四周年放生了，没有啊，我有在乖乖练习啊。哇，我刚才把四周年歌唱出来，吓死！不会啊，二届组还是少出现比较好，差一点点。哇，我刚才说没有，我都有在练，然后就喂，要跳出来了，哇！祖祖，今天是八月最后一天，今天要做什么好玩的事情吗？我今天要耍飞一整天，看来你是放弃四周年了，我没有放弃啊。没有放弃，你们不要再套我话了。谢谢代巴的梦幻泡泡，赞赞。二阶族什么东西还是少出现比较好，为什么？出去玩比较好哦，可是因为真的很闷，因为我其实蛮怕这种很闷的热，但是我觉得就是有风的热，我觉得我蛮能够接受，就觉得蛮舒服的。但现在就是有一点太热，有一点点就是觉得我的那个空气呢，就是。鼻子就是吸到都是热的空气，就有点对我忙着出去玩，就最近有点没时间看直播。能有什么歌？你好像每天都在飞，哪有？该不会就两条歌伴舞混全场吧？我想一下，没有。你让我思考了一下，害我吓到。没有，我很乖的，好不好？不要这样子说我，我真的很认真，好吗？我今天 pretty 认真的感觉。好的，我们来开心，开心是什么？我们来听歌。我很久没听这首歌了耶。我们来听这首歌好，叫什么？追风者，很久没听这首歌啊。追光者，追风者是谁？我是白痴。追光者，对。我们来听个追光者。三旗生，你圈了几个？四周年见吗？说真的，因为我现在呢，就是啊、哦，不能讲，差点就讲出来。好，反正就是，其实我还没有很深入的了解各位，你知道吗？就是对我来说，就是我现在目前还没有很熟悉，所以呢，就是我们还没有看到他们嘛，对啊，就是你知道吗？就还没有遇到他们，就是从来都没有看过他们，所以就我也不知道他们到底是谁这样子，对，就我真的没有看过，所以你知道吗？就是我可能就是有一对，就是对，差不多就是这个意思啦，对，然后没看过，我怎么知道他们有没有比我漂亮？没关系，我到时候帮你深入了解一下，不好说不好，对，希望大家就是天天开心，不要忽然想，没有比你漂亮的我就不推了，我想一下哦，等一下啊，不行啊，我不能讲啊，等一下，好烦啊，我没有看过他们，谢谢大福哥的手工饼干，好想讲哦，一定比我漂亮啊，随便一个都一定超越你，当然要这样子啊，对不对？我们年轻的孩子总是要比我们，一定是要比我们更好才对，对吧？不然的话，这可是 TP 栋梁哎。三琴生有没有优秀？有，我没有看过。你的眼神已经透露出你在说谎了。该推小史了吧？小史是谁呀、啊？是谁？那我肯定全推，因为没人比你丑了。吼吼，你很烦。你卖给什么意思？没有啊，我没有看过，我怎么知道他们优不优秀？该不会都把三旗生都摸了一把吧？这是什么变态发言？可是要扛起 TP 招牌的原子族哎，没有，他们是我们 TP 栋梁，所以我们就是你知道未来一定要非常有可塑性，对不对？才能成为三旗生，所以三旗生肯定一定比我们优秀啊，对不对？对吧？
你要想，你想跟他说来竹奶奶抱抱吗？不可能奶奶了吧？不可能奶奶了吧？竹竹应该很难超越了吧？你说哪个部分？你说美貌的部分吗？我看三崎生的长相，我看到三崎生的长相了，因为你脑中所想的银珠奶最好是啊。栋梁看来比竹竹高，可以加推了。嗯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七七队长都说他会偷摸他了，啊，真假的？小心翼翼，没有，我们没看过，我们没看过。他们一定是讲错了，吵的部分很难超越啦。美貌、颜值还有长腿，哈哈哈！既然你诚心诚意的发问了，那我就大发慈悲的告诉你，火焰队，你哪里美貌了？从头到尾啊，不好意思哈。Hello Rock， 好要干嘛这样？没有啦，就是嗓门的部分，主任第二，没人敢认第一了。哎，没有吧？还有面面呢、啊？还有短下巴吗？对啊，火焰队赞，火焰队超好笑，我真的觉得米娜超强啊，她真的优秀哎、欸！你哪里来的美貌？从头到尾，好转推，谢谢啊，100分，不可能这么残忍吧？好笑，哎，我好久没听这首歌，这首歌是我的爱歌之一，你知道吗？长发多，长发多还是短发多？我没有看过，我怎么知道？我差点认真思考这个问题。你的眼神告知了我们的一切，别把老板拖下水，你谦虚了您。哦哟，对啦，我一直忘记跟小可爱拿照片，烦呢、欸。还是小可爱没有回我？不可能吧？小可爱没回我吗？小可爱没回我讯息吗？我到底要发几次照片才有照片可以看？你被黑单了吧？真的假的？小小可爱，小小可爱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，不可能！哎，小小可爱有回我讯息，就我竟然没有收到，谢谢宝贝！天哪，是我没回他讯息。哎呦，宝贝，谢谢宝贝蛋，哎。小可爱，小可爱，小可爱宝贝蛋。很坏，超坏，我真的超坏，我真的世界最坏的那种，世界超级无敌坏。该拿出日记本来说，来打说谎草稿了吧？什么啦？还记得以前打赌三崎生平均年龄是18岁以上或以下吗？哎，可是说真的，其实我没有看过他们，但是我不知道他们的，我不知道他们的实际年龄是几岁耶？就是，他们是不是有讲过？完蛋了，超过吧？你很坏，我们早就知道了、啊。所以我不爱，女人不坏，男人不爱，爱可爱团就你不可爱而已吧，没有好不好？哎，我们公认可爱团大家都不可爱。晨晨说他的声音不可爱，然后我是本身这个人就跟可爱啊没有啦，这个人跟可爱就很沾边啊。头目灯箱踩了没？大家 ，Oh my god， 那好，我今天去 ，Oh my god， 我真的忘记了，我真的忘记头目的灯箱了 ，Oh my god， 我怎么可以忘记呢？我这 ，Oh my god。竹竹坏坏，竹竹坏不坏我都不爱，哎、欸，我死定了啦啦啦 ！Hello， 五音，你很坏，对啊，我好坏，我整个忘记了，天，我真的忘记这件事情了。通木生气气，竹竹还是不会出门的。我想想看，我今天是什么事情？难怪有人说生命缺什么就会取什么名字，原子竹，我缺了什么？头目香港的灯箱踩了没？不可能吧！阿力不可爱，我知道啊。阿力是不是可爱类型的人？这样，今天要耍废啊？怎么办？怎么办？请人帮你拍 P 用 P 的吧，好像可以哦。没有啦，我想看，让我思考一下这个问题。主小心哦，对未成年下手，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哦，你缺了我啊！
那为什么不是说名字会取缺了的什么东西吗？哎，讲到这个，你们知道有谁可以，就是要怎么样算，可以算出你自己到底是，就是什么金木水火土里面缺了什么吗？但头目踩了劈的，什么东西？头目踩了劈的，你缺了我，那我哪里有取名字叫我？你应该是缺木吧，主。你说因为为什么我是缺木啊？总之不缺你啊。那个上网查就有啦。真的吗？我要查什么？五行里面我缺什么吗？还是什么？我看一下怎么查啊？怎么查？教我教我怎么查？头目可是有去彩云组登箱哦。你这样说你有内疚，超级内疚。我跟你讲，头目还带着那个宿舍团们一起去，名字五行哦，名字五行啊，名字五行，分五行的名字测试打分结果是这个吗？名字打分不是吧？应该是生命，然后五行吧？我查查看，生命。生命五行是吗？为什么它有点宕机啊？我的电脑。五行，生命密码，五行计算方式。它要我登入。五行思维解读。生命密码，五行。名字五星，相信我，找到也没有用，都要付钱的。所以名字有德的人，就是因为缺德吗？这个好坏哦，这个真的可以略过。祖祖的五行是金吗？那个还要查出生年月日的月份嘛？哦，今天揪成员一起去采啊，结果揪不到人，大家都去采过。星座五行。等一下，我想一下哦。哎呦，我今天好像可以去踩哦，好像可以哦，好像可以哦。那我不笑了吧？什么意思？那我不笑了。单纯姓名学可以不用生日哦，单纯姓名学就可以不用。哎，对，不是，名字五行，好，来查一下名字五行。打的分数很棒哎，哇啊，哦哦，我可以念出来吗？反正大家应该是查得到。我有名字，有个笑，表示我不笑。那我呢？圆缺圆，因为哦，因为我很瘦，所以缺点圆这样。祖祖缺什么？当然是缺竹妈一个道歉啊！平时太不听话了。哎，祖祖100分，我说他。子跟竹都是智勇双全哎，哇！是唯一的城堡。所以你们说我缺木是这个原因吗？哦，智勇双全，清雅荣贵。他说我中年老哎，怎么办？好难过。你缺圆了，美圆，
Oh my god， 好想要哦！你缺房，所以名才有竹吗？为什么我缺房就要有竹啊？这个字啊，建竹吗？哦，是这样子的吗？又想要名字是父母对子女的期望所取的，所以我妈希望我有很多小孩跟很多房子吗？是这样子吗？有什么不想要？有什么不想要吗？劳累，不想要劳累可以吗？啊，可是其实有的时候也不能说那是劳累啦，就你只要不要觉得它是劳累，其实就不会是劳累，对不对？希望你变圆啊，这个可能是没有办法改变的，这个好像是我的性。Hello， 志伟哥，好好笑。竹妈说我最近头发太长了，然后头顶都有点塌了，她叫我去剪头发。还是大家希望我留再长一点。如果大家希望我留再长一点，我就可以跟竹妈说：“竹妈，大家希望我的头发留再长一点。”剪光，竹竹不需要什么？我缺什么？缺竹？缺竹妈可以不缺竹竹啊？缺竹妈可以不缺竹竹？你缺一只猪，但现在你是两只了，可爱。绑高双马尾啊！不要，不行，不可以，不可以。欸、我不想听，我要听《不能说的秘密》，是我爱歌。只剩下钢琴陪我弹了一天，好可爱，喜欢。OK， 我78分呢，耶！那我们来查陈月笑，留长吧，但应该可以稍微烫一下就不会塌塌的。哦，你说发根烫的不行，我跟你讲，我以前就是烫了发根烫，头发开始变少，不行，再烫头发就没了，不行啊！但是我是真的有点想要那个啦，就是争取染头发的机会。Hello SC， Hello 唐老鸭的屁屁， Hello 屁屁， Hello 小屁屁，挂面，Hello， 谢谢 Only 的相遇，要养，对，我现在要养护我的头皮，期待月笑，剃光就不用染了，你说还是哎还是哎笑笑宝，笑笑宝叫什么名字？剃光就不用染啦，你说什么？剃光也可以染的好不好？你们没有看过平头有颜色的平头吗？超好看，超级好看。啊，这是什么、啊、姓名五格是什么意思？女孩的名字。哎、欸，我们来看一下，看一下哦，来看一下姓氏的。他说每个姓氏的月月是什么？月月是姓陈是吗？还有包姓女孩哦，甄姓女孩，《甄嬛传》。不是甄嬛，臣妾已经不是甄嬛，甄嬛已经死了，臣妾是钮祜禄甄嬛啊，菊姓哎，菊静一霍嘞，啊好酷哦，如果以后我有女儿，我一定要让她自己拥有自己的姓名，不用跟着我们姓，让她属于自己的姓名。盛，姓盛，盛明兰，哦，盛明兰是在演哪一出？你不是甄嬛，而是甄嬛吗？原来我是甄嬛哦。哎，这个字怎么念啊？藏起来的藏，没有上面那个草字头，真的好贴心哎，是好贴心的部分吗？娄姓女孩，哇，有人姓娄哦，还有人姓迷哦，哎，我好奇哎，迷什么？迷婉雪，明成灵，明婵玉，明看一下，迷看一下有没有觉得好听的？明银明迷迷银书，好难念哦，好难念哦。迷要怎么像迷雅银吗？明月啊，明月好像蛮好听的，明月很好听哎，有点可爱。明月，你女儿叫什么名字？明月啊，好好听哦。
迷芷晴感觉也蛮好听的。迷倩妙这不好听，还有人姓丽哦，有人姓丽哦。好，来查看姓丽的，姓丽的我找不到了，自己找不到。还有人姓樊呢，就是那个樊楼的樊。嗯，丽哦，姓丽，看一下有没有人姓丽的。为什么没有丽呢？找不到丽耶。哦，有人姓龙，好酷哦！以后我给我女儿姓龙。还有姓简的，不是说另外一个简，不是我们看常看到的简。没有丽这个字耶，没有姓丽的耶。姓焦哦，哎，我刚说什么？我就说焦糖的焦。还有什么？姓爱新觉罗，那是以前花姓邱嘞，邱邱有什么名字？看一下姓邱的吗？我们专员姓厉哦，你们专员姓厉，真的有教，真的有教，白眼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乱讲话。秋幻音不好听，秋幻音不好听，我想看要怎么好了。秋晴，这个太难了吧？它叫秋晴晴哎，然后一个是勤劳的勤，一个是钢琴的琴。秋晴晴，秋晴晴，这比韩语教学还难的。什么是韩语教学？秋平安啊啊，不是那个秋，秋天的秋，这是秋女。秋元红，秋蝉灿啊，这好难哦。我的女儿要叫圆圆圆，哦，好可爱哦。还是你叫啊？我知道了，叫叫叫这样，这样这样这样，圆圆圆圆圆，这样圆圆圆，还有圆圆圆，请问啊，然后他就点名点圆圆圆圆圆圆圆 ，Hello 一代你好，还有姓金城的啊，哦，看一下有没有金城的姓。可是他这边好像没有哎、欸，对啊，这边好像金城武啊，软这个不是念软嘛？可是我刚打远，他有这个字哎、欸，就是于安远，然后他的就是第二个字，第三个字就是这个字、欸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他是远？软远不知道啊，我刚刚是打远，琉球姓，琉球姓是什么意思？炎炎。哎、欸，这次怎么念好难？演什么什么什么唐老鸭的屁屁？你为什么叫圆圆圆圆圆圆？可能我妈讨厌我在搞事。没有，看一下、欸、如果果果的女儿叫什么名字？果，如果以后我要来建议她叫果贺文吗？贺文不好听一点。果娜丽好可爱哦、喔。果禅尼吗？好难好难念哦、喔，这不行。国婉君，国，哎、欸，国好难哦，国要怎么样比较好听啊？感觉怎么样比较诗情画意一点？国艺宴，我觉得这个，我给你们看，我觉得这个名字啊，他女儿长大一定会讨厌他，因为这个超难写，这个笔画超多，写完这个大家可能已经写完很多题目了。他说国艺宴，哇，字超多。国彩园好像蛮好听的，哎、欸，不可能吧，塔瓦哥，哎、欸，不可能吧，树妈妈，哎、欸，各位，好吧，没有政治，没有政治。比嘉就是琉球王姓，真的、哦、真的、哦。金城的话就是琉球的大臣姓，哦，真的、哦。好了，国师园也蛮好听的，我也觉得蛮好听的。看一下哦，国子男呢？会不会太男性？国侠勇，国立勋，国纳阳，国分喜超难听，好不好 ？My God， 这什么？哦哟！
国丽花是什么意思啊？国沙倩、国娥婷，哎、欸，国宝贝 的女儿很难取名字哎。国高中，国高中，袁心瑜、国子竹，国子竹蛮好听的，国子元。国哦要国等于男匈奴姓，那元呢？元是什么姓？国中部国妈，国还是这样？国，他叫果果果，然后他就说：“大家好，我叫果果果，大家可以叫我果果。”你什么家子族都好听，果子狸不好听。国子条，国子条，日式一点的话，国家公园，大家好，叫国家公园。国礼过，国礼过是什么？国姓最好听的已经有人用，就是国姓语。对，国姓语真的很好听哎，国姓语真的很好听，真的哎，真的没有更好听的名字了，怎么办？国系成也不好听。国卫英不好听，国幽婷、方婵都好听，国玉婷也不好听，怎么办？国姓余真的最好听哎，怎么会这样？没有更好听的名字了，国际牌，Hello Kevin， 那个字念国礼哦，国礼是不是？元等于楚国公子姓，元姓是芈，我是芈月的后代吗？早安。午安，主爸，午安，爸爸，午安，弟弟。大家好，我叫国际化，英文名字是 International。国内人说，你们好烦哦，不可以这样，是国宝贝的女儿的名字，要好好想，好不好？哎，那如果原姓嘞？哎，他可以搜寻哎，那我们查金城，然后女生的姓这样，金城。金城秦刚是什么名字？好不好听哦？金城奇、金城小，哎，金城小好可爱哦！这个金城小这个名字还不错哎。金城帝尧、国家、小明明、小明佳佳啊，哎，不可以吧？这样的话跟我表妹撞哎。原谅你，国光女神，以后叫大家好，我叫国光女神。袁大头，原谅你。哎、欸，我们来看姓袁的女孩可以叫什么名字？袁。他说袁红颖、袁荣英、袁希美。袁希美不好听。袁美艳是什么？圆滚滚，哎、欸，圆滚滚，哎、欸，我们来查一下，说看一下圆滚滚这个名字好不好吧？我们来查圆滚滚，查一下圆滚滚，查圆滚滚，我打成滚滚，圆滚滚，圆滚滚。圆滚滚是哪一个滚啊？哎、欸，他有73分呢。然后是怎样？是怎样？圆滚滚是这样啊，会忧心劳神呢，不行。但出外吉祥，中年还会多灾啊，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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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另外一个滚，圆滚滚，另外一个滚，没有三点水的滚，圆滚滚。圆周率、圆子比，小孩会很。缘起缘灭不行，圆明园，我们等一下看圆明园会怎样。哎、欸，他说不行哎、欸，圆滚滚这名字是很凶的哎、欸，就是我说的那个不是很 raw 的那个凶，就是很 bad 的那个凶。圆满，欸、好叫圆，等一下，我先查一下圆明园，我觉得这蛮好笑，圆明园。哎、欸，他刚好是那个哎、欸，他的那个圆哎、欸，我觉得还不错。她是那个有钱人的那个女儿的那个名媛，好，那我就叫袁明媛，看一下这个名字怎么样。哎、欸，这名字78分哎、欸，超好。她出外吉祥，多才无运啊，多才无运，中年劳苦，晚年隆昌，多才巧智，清晰伶俐，中年多灾，有爱情恶啊啊哈、啊，
秀气伶俐，温和贤能，中年吉祥，晚年隆昌，出外吉祥，也是一个缺木的。袁大头，原子少年，那、啊、不行，他女生，那原子少女嘛，袁珠珠，袁珠珠，袁大成全，不是那个凶啦，不是那个凶，圆满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圆满，圆满，圆满七十五分，圆满七十五分，然后他说。有啊，圆满不好，他会有爱情烦恼，身弱短寿，难幸福，再嫁守寡，成功隆昌。就是他是一个很有事业运的孩子，但是他会是一个没有爱情运的孩子，然后身体还很烂，不行，这不可以叫圆满，不行。我建议名字圆宝贝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圆宝贝，圆宝贝，圆宝贝，圆宝贝。忧心劳神，忌车怕水，中年吉祥，晚年劳神，二子吉祥，出外吉庆，多才巧智，中年隆昌，二子吉祥。欸，感觉好像不错欸。欸，我来查一下我弟的名字，但你们应该不知道，我不能讲出来。查一下我弟的名字，看一下。完蛋了，怎么办啊？91分哎、欸、哎、欸，我弟很强哎、欸，我弟超强，可是不太好哎、欸。啊啊啊！我的宝贝，哦，这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我跟你讲，超准，性格果断，真的。怎么办？他，我好担心他哦。欸，他这他哇哇，他很木欸，他全木欸。哇哇，我的小宝贝，哦。哦，小宝贝，哦，木头一枚吗？圆弟弟，不要乱交行吗？我的名字被判断完是凶哎、欸，真假的？可以改名叫圆鲑鱼、龙虾、帝王蟹，不行，要叫圆鲑鱼、尾鱼什么什么什么，我喜欢任何食物的名字。然后冰淇淋，看到时候有没有特价？啊啾，啊啾，缘起缘灭，测一下。虽然名字已经够震撼了，所以我要姓原名起灭，起原灭吗？起原灭。好，原起原灭。他说搜寻不到，好像不能三个字哎，原谅吗？还要冰淇淋哦，对，原谅。好，我们来看看原谅。75分而已，他就说这个字是吉，但是没有说是什么。比目鱼冰淇淋、原子汤，圆圈圈试试看，好，圆圈圈，圆圈圈，原子原原子什么？缘起缘灭没有，没办法，我的名字有92分哎，真假的，好强哦！圆圈，等一下，我先看圆圈圈。欸，他说圆圈圈，出外吉祥，多才无运，中年劳苦，晚年隆昌，清雅荣贵，重信用，中年吉祥，环境良好。欸，他说不错，欸，好像不错，91分欸。但是竹马原本是叫芊芊，那我来查查看，如果我叫芊芊的话，圆芊芊，那我的名字是怎么样？欸，不好欸。他说姓袁的人叫芊芊的那个芊芊是凶欸，不好欸，他说这个名字超级超级不好，而且他会主观太强又固执，然后平生多劳心，然后那个时好时坏，说不太好啊。这个竟然是凶，还好我没有叫芊芊，太恐怖了，惨了。以后竹可以考虑小孩的名字，什么意思？原厂原装货原物料。不可能，
袁百分是什么？百分，袁百分，袁淼淼，袁森森，袁淼淼，袁森森是什么？袁乃宝。哎，我们等一下来查一下袁乃宝。但是我想查一下，我原本要叫廷芳，袁廷芳，袁廷芳，袁廷芳，我看一下袁廷芳。哎，我跟你们说，你现在就已经很固执了，真的。袁拉拉又是什么？袁庄健，袁庄什么？袁庄健是什么？原住民，你好烦。哎，他说这个不错，哎，我叫袁廷芳的话会很好，哎。会温和贤淑，口快心直，多才清雅，中年隆昌，一生安详，福寿之字啊，英敏雅气，多才温和，出外吉庆，荣贵隆昌，环境良好。哇，哎，我这个名字超好，哎，吉耶，我是吉耶，哇，为名为利，中年前辛劳，但是老尽安然姿态，晚年享清福。意志坚定，不断追求理想，有耐心，刻苦耐劳，得到正比的酬劳。那就婚姻嘞，圆满幸福，夫妻相敬如宾，任何事情都合理的洽商。哎，感觉不错哎。子女聪明又孝顺，容易在社会出人头地，光大门楣，赞。所以以后要叫你超绝卡哇伊芳芳，以后你们要叫我满庭香。圆龟蛋是什么意思啊？元凶不行，元廷利。等一下，我刚刚说，刚我说我想查什么？元心宇、元诗雅、元侯、元百搜狗，还有俗哎，元廷芳对不对？但是他说很好，元庄健。元，我那时候说什么？元什么？元百分？不是，我刚刚说什么？元乃宝对对对，我们来查一下元乃宝这个名字。元乃宝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元乃宝，元乃宝，元乃宝。他说凶哎、欸，哇！他说袁乃宝不太好，怎么办？袁乃宝袁什么袁一是什么意思？袁外应该是命不错吧？来看看袁外的名字怎么样？袁外凶哦，不好哦，哇，不行不行，这是不好的。他说什么行偶伤子？双妻之格，出外逢贵得财，中年老，晚年吉祥。他说凶哎、欸，他说不好，他说不好。原装原地踏步，那我想袁一家，等一下我查一下。袁吼吼叫什么名字啊？吼吼袁吼吼袁，我查袁吼吼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。袁吼吼，我跟你说，袁吼吼，原来一点，还是改回叫奶冻卷好了。对啊，好像奶冻卷它是那个运势会比较好一点。祖祖午安，午安，艾利克斯硬要哎、欸，袁吼吼，他说得分93哎、欸，吼吼中文怎么打？袁吼吼啊，直接亮本名了啦。那我们要查一下袁笑笑，袁吼吼他直接是大吉耶、欸。出外吉祥，多才无运，哇，多才无运吗？哇，感觉还蛮好的啊。他说93分呢。那我们什么袁月月啊？月月袁月月，是月笑的月还是那个来的月？袁月月，袁月月哦，袁月月不太好，袁月月70分呢。哎，但是哦，对他不太好。对，他说中年会很劳，晚年吉庆啦，但是一生福禄双收就是了。对，但是因为身体好像会不好，是不是？哦，容易劳，容易身心过劳。那月月呢？好，那月月看一下月月，月月，袁月月，袁月月78分，比较高，比较高。对，但是哦，这样不行，这样他会克另外一半，不行不行不行。那袁小吴嘞？袁小吴几分？袁小吴77分呢。清秀伶俐，多才巧智，早婚不宜，一生清闲享福。哎呦，不错哦。哦，会有意外哦，这个名字不好，会有意外，什么都容易过劳哎，
什么都容易过劳吗？圆林果，好，圆林果，来看一下圆林果。不行，圆林果会一生平凡，但是它会重信用肯做，然后晚年吉祥。但是这个名字也是凶，早婚不宜准翻了，真假的？真假的？啊？圆林果越准确来说会伤害另一半，对啊。还有嘞，圆票票吗？圆票票，圆票票，美丽的票票。哎、欸，我跟你讲，圆票票是吉耶，91分耶，哇塞！但是这样会有爱情二，完蛋。但是一生会清雅伶俐，晚年吉祥，成功顺条，哇，很棒哦，基础安定，能向上发展，家门会隆昌哦。哇哇，哎、欸，这不错哦，这不错哦。哇哇！意志坚定，为名为利哦！哇，聪明又孝顺，容易在社会上成。哇，子女运也不错哦，可以不要吗？为什么晚年吉祥都是凶啊？没有啊，没有晚年吉祥都是凶啊，他是吉耶，圆飘飘是吉耶，陈晨晨吗？不要啊，陈晨晨是不是？陈。不对，晨晨应该是姓袁，袁晨晨，好，我们叫袁晨晨，袁晨晨，哎、啊，我打错字，袁晨晨，袁晨晨91分哎、欸，该插一下欧约生了吧？该插欧约生是什么意思？林晨晨。晨晨晨，不是袁晨晨，袁晨晨他说天生聪颖，清雅荣贵，中年成功，成功隆昌，出国之格，幸福之字。袁晨晨很棒，宝贝，最棒了，大吉哦！哇，不错不错，事业跟计划都可以达成。哇，为人忠厚正直哦，很棒，意志也很坚定，稳定的发展，一生路途平顺哦。晨晨那么赞。袁晨晨以后就叫袁晨晨了，晨晨晨只有77分，可恶！哦哦哦，真假的？不要，我要查袁笑笑，我不要查他的本名，我要查袁笑笑，才78分哦，可怜。没有没有，你比我高哎，我的原子珠好像才70几分呢，也是70几分。我刚刚手帮笑笑查了，真假的？你被麻掉，你自己测的，你自己的测了吗？原子珠，我测啦、啊，我好像73分还是多少？哎、欸，袁笑笑很好哎、欸，可是哦哦，哎、欸，不太好，不太好。他说形偶伤子，你会克另外一半哦。少年艰难，但中年就开始吉祥。哎、欸，他是只有半吉而已。哦，他有才华，很好，但是呢，因为数理有凶数，所以家庭会不幸。哇，好难过哦。不行不行，你不能叫袁笑笑，不行不行不行，这不好，这不好。幸好他已经中年了，超坏，哎、欸，超坏超坏，你自己测了测，我自己也测了，笑笑39推，当然磕另外一半啦、啊，39推。如果刚好我也是七，这么刚好我也是73，袁七七呢？袁七七吗？但是他本名是半凶哎、欸，真假的？磕你刚好吗？哎、欸，不可能，好了，不玩了，好累哦，我脑袋好累哦，休息一下，差不多了。圆双吉，圆可爱，也叫圆漂亮。谢谢达，怎么念啊？什么达鲁玛嘛 ？drama 我不会念。所以该出门了吗？没有，我们要出门，我要去吃午餐了。猪妈回来了，我要去吃午餐。谢谢月月的手工饼干，达鲁玛 ，OK。达鲁玛吗？达鲁第14名光泰拍拍手，第13名秋日红拍拍手，第12名阿北拍拍手，第11名志玲哥拍拍手，第10名月宝宝耶，第9名大师儿耶，第8名志伟哥耶，大哥哥，第8名志伟，第8名志伟哥耶，第7名吉米周耶，第6名钟颖耶，第5名一凡耶。第4名代吧耶、yeah, 以上拍手手，第3名嘎嘎拍手，第2名吼吼吼吼圆吼吼，第一名点点的包，谢谢点点的包，谢谢吼吼去投票票，好棒哦。
你刚刚打哥哥，我听成打大大，听成大哥哥。我说我打哥哥，打哥哥，肯定要不出门吧？对啊，对啊，可能晚上才会去拍吧。小可爱的比基尼要记得买哦，小可爱的比基尼要记得买。香，对对对，圆吼吼，对，灯香，圆吼吼，对，是圆吼吼。灯灯，笑笑宝宝，拍啥？灯箱啊，不确定啦，也有可能下午没事就会去，没拍的你就完了。对啊，再见，圆鲑鱼。好啦，先这样，我今天差不多要关掉了，我要去找祖妈吃饭饭了。谢谢大家今天来陪我玩名字，我赌你救不到人一起去呀、yeah, 自己说帮他找。拜拜。好，明天会准时。谢谢 Alex 的啪啪，拜拜，大家再见。好啦，我明天尽快。没事，同木 P 组的，你 T 组没关系。不行啦，很难准时。同木有拍我的。好啦，拜拜，谢谢小鸡蹦蹦，拜拜。